界杯喽。啊，去打什么？现在你的车，我上去之后就只剩三个位置，现在只剩三个位置了。提吧。裁判，沙多也可以。小队晚一点，你弄个袋这样子。像这样哦，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教科书就不是。Hello, good morning. 你好。啊，你好，你好，早。沙多，你那么慢。什么都没有，这是我爸来的酒。来酒是很甜的。我先介绍啊。Lady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World Cup Taiwan 2022. 这个很好。台龙略略查这台，变不差了。把台空台都说，住的龙空。ไว้ได้ทั้งมวลด้วยไทยล้วนหมายรักสมัครขีดไทยนี่รักสงบแต่ถึงรบไม่ขาดเอกราชจะไม่ให้ใครกงขีสละเลือดทุกอย่าเป็นชาติพี่ทะเลิงประเทศชาติไทยทวีมีชัยชโยชัยโยชัยโย印尼好不好？好，先开始。Indonesia tanah airku, tanah tumpah darah. Di sanalah aku berdiri, jadi pandu ibu. Indonesia kebangsaan.Bangsa dan tanah airku, marilah kita berseru Indonesia bersatu. Hiduplah tanahku, hiduplah negeriku, bangsaku, rakyatku semuanya. Bangunlah jiwanya, bangunBadannya untuk Indonesia Raya. Indonesia Raya, merdeka merdeka, tanahku negeriku yang kucinta. Indonesia Raya, merdeka merdeka, hiduplah Indonesia Raya. Satu.你们的国歌为什么那么强？印尼加油什么的？Semangat, seman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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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angat. 那最后会不会泰国对印尼？主要我们行车点就是泰国印尼啊。啊，真的？对呀。啊？秘密胶呢？又要去参加这种比赛，一共四届杯，主办单位就是 TWO， 就是办足协比赛给外籍移工这样的。足协就是最大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嘛。十个国家十二队，印尼、越南、泰国、日本，有非洲，有欧洲。我是泰国啊 ，TBO 他有教练还是裁判都帮忙协助这样子。
我只要21那时候来，应该21岁吧。因为没有出国过，想要来台湾，可是中介看到我都会翻脸，因为我只有带一个那个一个双鞋子，冰鞋的跟一只吉他。他说，他就问我你到底你要上班还是要干？第一趟没有看到台湾踢球，只有看到打棒球。第二趟回来，然后我就来桃园了。刚好我朋友给我联络说想要招好小眼，然后来组一个队伍比较强。因为那时候我们泰国也是140,000多人口，也是很多球队。历经龙哥跟什么签了组了，我们是后面再加。我们有多少就签多少，然后训练培训，然后后来这边我们队伍变大。桃园地区顺转名了，要去打台北，打好要打台中、高雄这样子，对，后来就变全国都是租一个立新。才会晋级啊，因为那个分数是啊，前锋不4-4-3，后面守要三攻、啊、攻比较前面吧。龙哥，我忘了练纳西多啊。对啊，你不攻了几球的话，攻了杀了，前面单就进了。哎、要住纳西多了，要住一颗交1000块。啊，你等下赢了，等下赢了再讲，赢了 OK 没问题 OK、啊、好。为什么他们球衣上会有沥青？沥青就是以前我们最早的球队就叫沥青。对。最早我组的球队的时候就是沥青，所以这支球队是你赞助的啊？对，我带了20几支。哇！那时候台湾刚开放嘛，那时候都引进泰国女中进来，也没有什么休闲活动，除了工地下班就喝酒打牌。我看那这样子不行。他们喜欢足球，哎，然后我就那时候组织一个足球队，然后我们在工地啊，在整地，然后就就是玩足球，一玩到很多工地的或者是工厂的、啊，一放假就是每个礼拜天就聚集在一起，就是哪边有足球队就比赛，别的工厂、工地、别的建设也有球队的话，就一起比赛。我们那时候我们足球很强。好哦，很好的机会，很好机会，很好机会！哇！哇！我觉得我有队伍组队伍成功的是99%都是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人。也不是父子，亲戚也不是同一个国家。我有自己的想到说，因为他看到我们泰国很多移民很快乐，他也很高兴。可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赚到哪里，得到什么这样子。哎呀，有赢就好了。不过今天来哈、哦，足球的话，我觉得赢球什么都没问题。哎，不用，那怎么，聊我们聊一双看的。好，我们聊我们聊了六个人。泰国有两种，你不踢球也是打钱呐、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像玩游戏还是玩具什么，我们玩具就是踢球。如果没有球踢的话。我有很多看到，就是他叫回去好不好，也是喝酒，
然后喝一喝就吵架打架。如果真正的球员，假设是在场内要吵干嘛，他一定会挡住。我想让那个我的球员去哪里都，就是就不会怕。我不希望他们去出事，不想那个台湾人看我们是做坏这样子，没有几个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做好事。我觉得是有出息哦。刚输掉了，很可惜。对，我们踢得非常好。可是怎么没有赢？住进那个对方，他防守比较好。结果是这样子，输球打不进，就是不管你怎么踢，打不进的是有输赢在那边。跟欢迎大家不同的这个国籍的一些再来台湾工作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到这个土地上，这样子的来交朋友，互相认识不同国家的足球的风格，其实真的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移工在台湾的这个足球的这个运动哦，可以也让国际知道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努力。
印。哦，难得棒啊！你以前放过吗？没有，没有放过，这个都是第一次的，你看，哦，我是你不是？漂亮。I hope this year is better than last year.球场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很多呢，球场真的很多，好多基隆啊、台南啊 都去打。我那个野外足球队有没有跟他们踢了二十几年的那个球队？因为疫情，你们多久没回家了？疫情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啊。以前哦，我最少是三年喂两次，一次两年一次。你那么好，可以两三年才回去。足球场也是我家，它好像是我们一个地方，是很快乐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爱踢球的，也是专心都是在等礼拜天。反正是一到五还是一到六，都认真上班加班的。见习他要去哪里，他们喜欢去玩的是去玩。我们踢球就到球场这样子。看到他们都很开心。越多人越好嘛，乱踢我们就可以讲这些话。也是一个药，好药的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如果身体不舒服啊，我去看医生也不会好啊。可是如果我去踢球，精神又来了，身体健康，在下个礼拜上就是上班还是加班，我才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真的没办法离开足球。